好穿哎、欸，还蛮 Q， 对啊，蛮 Q 的，对对对。通常那种鞋子会感觉底是硬的，嗯，我觉得脚踩起来的感觉还蛮舒服的哦。然后有厚度，有的。那鞋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杏色很棒的是，它故意做黑底配色，你就可以穿黑袜，就会搭上对。因为如果是整双都是杏色的话，一嘛肯定会脏，容易脏。对，然后二就是袜子难搭，对，会脏的地方就是底下那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杏色很棒的是，它可以这样子撞色，很推。然后黑色就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没错，人人都要有一双，水水的。然后这蛮轻的，蛮轻的，很轻的，但是还是有重量啊，一点。对，你厚度很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穿起来很显瘦，很显瘦、欸，因为它有高度，对，有高度很显瘦，然后这个底啊，看起来就是有三层、好像那个什么考古哦、喔，那个化石有没有？三层，对对对，三层的感觉，这种感觉就是走很多路也不会痛的，这是我们量板鞋啊，所以就是有稍微凹到，但是还多多少少都还会穿，对对对，穿一穿都还是会，我觉得底蛮舒服的哦。那这个版型是正常吗？正常哈，对，正常版型就好了，然后就可以搭任何的，像是项链袜，对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泡泡，很多泡泡袜，对不对？泡泡袜或是外套，对，还会有外套，对。我觉得搭西装裤其实也会很好看，不一样的感觉，就一样的感觉，因为就露这个头而已嘛。对对，你如果搭西装裤的话，长裤的话就露这个头，像那种知性高领的感觉，然后又有增高的效果，这样子。好。真的，请问你的名字怎么念？真的，学生，学生感，哎呦，哎，我的高中就穿这样啊，那女团都这样啊，女团都这样穿嘞，对啊，只是他们头发都很直，白纸，好，白纸，去年的金刚，对啊，有点，有没有？这比较尖一点，侧面呢？你看它侧面这里就有分，真的呢，对，还是有差，这个细致啦，对，因为今年其实也是流行这个有点线，就是梯形的那个底，这样子，这样子看比较明显吗？这样梯形，它更稳，它这里虽然也是，可是就是反正底座不一样。